Hello， 大家好，请来刮这一张金骰子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50万元哦，然后有5次的中奖机会，超过18万个500元和以上的奖项呢。然后玩法说明在这边哦，人员局中，若您的骰子点数大于对手的骰子，即得该局奖金，不可跨局兑奖。哇，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局，那这里是您的骰子，这里对手骰子，这里就是奖金栏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18号，号码是034-025-018 034-025-018，希望这个号码可以中大奖。好，也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来来来，马上来开刮吧，先来刮第一局。这里您的骰子，对手骰子，奖金，先把第一局先看一下奖金多少好了。哇，奖金是头奖50万啊，个十百千万十万50万的奖金，有没有可能中奖？哇，您的骰子是一啊，那就没不可能啊，这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一啊，这50万，那您的骰子是一，那对手骰子是零哦，对手没骰子哦，怎么可能？所以呢，没中，第一局没中。好，第二局呢？第二局5000元。有没有可能中？来，又是一，哎，太过分了吧？这个好歹至少要有个大一点的数字吧？对手是6，啊，不看金额了啦。来看第三局，第三局是4，您的是4，终于不是一了。对手是多少？对手是5，奖金是200元。好，来看第四局吧。第四局。第四局您是多少啊？2啊，怎么都那么小啊？1142，对手是多少？对手来个1好不好？对手是3啊，奖金多少？奖金又是头奖50万啊。来，最后一局了，看来这一张公益的几率还蛮高了。来，不要一不要一不要一点，大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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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4，好，来看对手多少，4点，对手哦，赢了赢了赢了，耶、yeah! 哦，所以他是把气急在后面了、啊，对不对？11424，哦，真的是前面两个一点的，真的太夸张太小了。好，马上来公布这一张中了多少钱吧。来开挂，这一张中了新台币100元，不错啦，等于是中了再来一张，免费玩了一张刮刮乐的意思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来看一下。他的那个代码，代码在哪里？代码这里 ，HUN，HUN，HUN， 没错，这张就是第五局中了，这里是您的点数是4，对手点数是2，中了100元。好，说啦，免费玩了一张刮刮乐，也蛮好玩的，简单有趣的小游戏。好，最后来做个总结吧，这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金骰子刮刮乐尾数18号宣告中奖。中了新台币100元，感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